明天什么日子？母亲节。怎么了？礼物还没准备？妈妈平时对我们那么辛苦，要是知道我们忘准备礼物，她一定会伤心的。妈妈最喜欢什么花？绣球花。冰糕。遇到事情不要慌，聪明宝宝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别看这些东西不起眼，只要是要加薪的死活改造，就能换副小卫生器哦。是不是既有新意也有新意呢？小不点没有参与怎么办呀？这个也简单，我们只要这样就好啦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妈妈其实不在乎礼物有多贵重，只要有新意就好啦。